现在我宣布，军长临终一命，夫人为水西摄政夫人。眉眼尽是死，这青丝一袖。你要打仗？对，攻打乌萨。我乌萨就要大难临头了。我水西愿意接受朝廷册封，从此以后水西就是大明的水西。准备疑点，接受册封。你疯了？老子已经被你逼上了绝路，老子是被你那个疯婆子给逼疯的。